我这个呢就是提起降，要提起降，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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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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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那碰到你这个我降不下去了，那么第七升，第七升，第七升，我升了提起第七合一了以后，我人气又空了，我这个人气就是没有东西，这样站不住，站不住，对吧？那你站不住的，不是我用力气，不是用这样用力气这样。不是用的勇气，嗯，对吧？所以我这个勇气用人呢，就是我这样提起降下去，碰到你了，我地气升上来，哎呀，我人气没有了，人气没有了，人气没有了，对吧？但是你玉师傅，什么叫人气没有了？啊、什么理解？你空的空掉了呀？怎么空掉？我人的就是我没有，你没有我人了呀？那就是我这个脾气、地气、人气嘛。就这样走过去了，那你不要去，不要去的，他走又站不住的，嗯，对吧？就要身上要提气、地气、元气，啊，就是三气合一。那么我这不管你怎么走，我这样也是呢，提气、地气、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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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我这样有元气。我不要用这个手势，有加天地之气啊，我上面接天气，下面接地气。我人其实空空如也，我这个人啊是没有了，飘飘荡荡。因为你不要画吗？你不是要画吗？你画你怎么画？你怎么画？你怎么画？你画不了，嗯，不是你像穿越穿越，你的力气，我哪有你的力气大？没有你的力气大。这个我这个方法对，就是提气提气人气。那么你呢，就是力气有的就散开了，没有扭着一股手的啊，三股气，三股气扭着一股一针硬了。嗯，那他哪里出问题了啊？哪里出问题啊？哪里出问题？他提气没有接了，地气没有上没有接提气，下没有接地气，所以人通不了。哦，我这个里面都没有了，没有东西了。我这个呢这样呢，这样提气，说地气，没有，这个呢，就是我要，这个、讲是讲不清楚，要实际做给你看。我这个呢，就是我这样是提气，那这样是地气，那这样是，对吧？天降地升。人在当中空。你们打拳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这样的提气降，提气升，那人气空，那人气空，提气降，提气升，人气空。就提气地气啊，那就提，那提气降下去啊，地气升上了，人气空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人气是吧？提气降，地气升，我人气啊，我发那个就这样来了。你站不住的，你也扛不住的。嗯，不住的。means you couldn't 站不住，你觉得站不住，就是我提气降，气气升，人气。You couldn't protection. 来的时候，手没有了。It's have no way going. 没办法。没办法。你站在这，你有办法。你不要动，我说提气、气气、人气来了。啊，你能不动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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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为什么？为什么你站不住啊？因为我加天地之气到你身上了，我不当你是人啊，我当你是空气啊。嗯。我在空气当中推你，推你人只有推你空气啊。我的不是当你人推的，我是当你那个空气啊。Yes. 空气在推。You understand?No, later, I can. Yeah, he said he now is fighting. Not fighting. He push with the chi, not you. He attending you as a chi, not a human. So you
when you're going to really get in powerful chi, you have to link in the earth and heaven and yourself. And so three chi. Yeah, yeah. All right.我不是用手。但是我跟他们玩要叫他们付钱了，不付钱不给他们玩了，是吧？You can introduce. 我们去过了，有一个普通话学的学校，他们的老板主人是一个很高的中国人，可是他有功夫那个韩国的功夫，泰国的，可是他是比较自高气扬的这样，这样子，可是。我们说话，因为开始活动啊，介绍外国人给他们学习中国文化，所以一步一步啊，我告诉他有襄阳公园，他们的学校很近襄阳公园，所以试试看，如果他推手给你，他应该知道你的功夫哎，因为他想我，可是试试看，我哎呀我啊。哎呦，反正我星期天就到香港公园去。OK。礼拜天。可以试试。有。哎呀，哎说第一步，第一还有第二步，哎第三步。对，那第一步，第一步叫他们拿起来，他们是不可能的，他们
喜欢你的东西他们请客拿出来，喜欢的事情，对了，他不喜欢的缘分的事情，哎，缘分啊，没有缘分，没有缘分，有，所以我来在这里教的一批学生，他们都是年轻的，他们都，我希望他们以后都作为大师，就是。哎呦，有是这样的，在那个巴厘岛有的印度瑜伽老师啊，他们的功夫瑜伽功夫很好，说他们比普通人不一样的，对对，说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啊，他们介绍我，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办法，哎，可以教了你，你去教他们，有你去教他们，他们反正喜欢，你也可以介绍，叫他们到上海来，他们有钱，有钱的人他们用掉，有钱的人用不掉的，对，你叫他养生，我们这个钱就是养生，对身体有好处的，哦，有好处，你家上有什么病，慢性病，我们都可以教他怎么练，我不是医生，不看病的，就是我教他走，教他们怎么走好，那身体能好不好？好，嗯哼。那么我们这就是就讲养生的，不是讲打。那如果你要打的话，我也不怕。你要打我也不怕你。你要打我，我也会打你。但是我不去打人的。对吧？要叫你出去，我要保护你，不能摔跤。不能打伤人，不能伤人。不好伤人。不好伤人，那。